章大讲节第二至六节，准备信心，亲像先知以赛亚册里所记的话，讲有伫叫伫旷野的，伊的声讲，被万主的路，受伫伊的小路，遮的山谷拢要吞掉，遮的大细的山头拢要予伊过，弯曲的要予伊直，坎坷的要予伊平。凡有肉体的，要看见上帝的拯救。点着第二支紫色的蜡烛，这是准备的节，是上帝预备甲信心，着预备主的路。就用家己的好行为做榜样，予无信的人，因为咱的好行为来靠耶稣。